高清细草被发现了怎么办？妈妈说她帮我找了个同系的学生给我辅导高数，可是被同系的同学辅导还没面子。Later。你好，我是徐然。这不是我们的细草吗？平时在学校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的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？等一下。哦，请进。妈妈也太给力了吧，一请就是细草。今天第一天，你先把这套题做了，我看一下你的基础，有不懂的问我。其实我个人觉得细草比校草好看多了，只不过校草有钱罢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光看着已经想睡了。他一直打哈欠，是不是很困呀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不懂的吗？没有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居然睡着了。话说，高清一下脸不过分吧？兄弟，在干嘛？刚才是不是亲了我？不是不是，我是看你头顶有苍蝇，是苍蝇叮了你吧？没事。我先看一下你做的卷子。好。过来一下。你刚刚是不是偷亲人家了？没有。你还骗得了我？劝你别搞这些小心思，被老妈发现不骂死你才怪。支付宝到账250元。放心，我嘴最严了。他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。你怎么这么笨啊？这可是最简单的题了。怎么可以凶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呢？这些题我全部都给你讲一遍。这杨迪花，我跟她相处时间不就长了。Only you。 懂了吗？懂了。好，下一题。为什么明明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中文，可我就是听不懂呢？